继续来看正月初一，主席开庙门，全台湾各大庙寺拢有真侪民众去抢头香，来祈求新的一年会当行大运。半暝啊，十二点时间就到，桂林三里后营宫庙门一开，所有信众揢着一座清香向前冲，为着就是要抢着头香。结果抢着头香的是今年才十二岁、读国小六年的廖博彦，也是史上上少年的头香得主。听说可以保佑，希望以后学业可以进步，然后以后长大事业发达。你庙埕里啊办几暝啊，啊你才恭喜抢着头香，啊用哦你四大人身体健康，啊你够读书安尼。抢着头香的廖博彦就讲，今年是伊连续第四年来抢头香，过去上好的成绩只有第十三名，今年用抢着头香，希望家己的学业搁啊进步。因为新年第一天，真侪庙宇拢开庙门抢头香的传统。热情的信众希望抢到头香，带来一年的好运气。云林关帝西乡安西府，也准备电器用品要送予抢到头香的地主。抢到头香，足欢喜的无？有，足欢喜的。哎，咱足侪先进大德吼，拢会来参与这個活动。啊，今仔日恭喜吼，咱这五位的先进大德抢到这头香，吼，第一名有冰箱吼，一挂电话机的制品要来赠送予咱遮得到头香的遮先进大德。不过每一间庙宇抢头香的方式毛有所不同。北港朝天宫是以倒数的方式，和信众围在香炉边，等待时间一到，大家做伙插下头香。开庙门后，各庙宇嘛拢有分散祈福的新春红包，各地信众从庙内踏个满满满，今天加过年的气氛。记者杨文林报道。